处买股票，我说不玩波段，也不玩当冲。现在不玩，你后面都有睡不睡觉？来，一个。快起来啦！好，阿彪来，阿彪来。不用排啊！你交不开号，我看你我十公里也不用跨排队啊。那个是假日才要排平常。还是要两个无啊？还是要搁叠箱买的，边小弟啊。无啊。那 OK， 我发。人生没有用，你要会学。哎，几包最好几包，现在几包货？
海光子最后一包100块先卖，卖好了。我羽毛就卖一，羽毛就先卖，我少食加买500块啦。最后内底有固形物，内底220公斤，我一包卖100，才100公斤尔。哦，我一包卖100，这220公斤，这我一包爱卖200，一包卖200，两包卖400，这3包开600，我少食500块了。500块了，羊肉卤人卖500块了，还佫平方我啦，500。我少食起来，这个我上来500块了啦，羊肉卤先卖500块了。500，做食不过来，500了。为了买两个李亚国啦，李亚国了羊肉卤人买无？你想买有？羊肉卤啦，无人买吼，无人问我，问你买一箱几嘞？7块哦。鲍鱼啊，要虾仁只？白带鱼。白带鱼。啊，几块，想买就7块。几块嘞？2包李亚国啦。2包李亚国，你爱无？2包李亚国。会过外汇去啊？那个买个啊，2包2块台币啊。现在2包200，现在7块。7块这比哦，上海较好食，这含肉量较悬啊，你也无啦。啊，7块够上海2包250，还有你要买2包250。哎，你也无够，人买无7块2包，你也无啊，2包250块，7块有人要吗？哎呀，这2包好来啦。还够250，人买无？最后剩几个人给无啦？哎，250最后一个没有了，250，250，250无人买哦。还什么鲍鱼？鲍鱼来，鲍鱼嘛无啊，鲍鱼啊，别睇好啊，啊别睇鲍鱼啊。来，导游带我们来点。咪，来点做几个啊？做几个吧，现在一罐4包不是吗？哎，4包。啊，别，你不吃？没有啊，我刚好点啦。有人他手上吗？没有啊，因为那是他帮他买的啊。他买的。对啊，他买的钱在这里找啊。他有没有找这个？还丢了，丢了哈。鲍鱼的，鲍鱼要介绍你啊，固定介绍来听的。没有啊，我没有生气啊，我要生什么气？啊，这5条300，这条够好省，300块钱。鲍鱼谁要来300块？一条50块尔。还鲍鱼，搁现在是大概300来，300块，还头前搁一。我中心市场不理你，没有吧？中心市场不是我，我昨天不是拍中心市场没？中心市场是我哥拍的呢。所以你遇到的是我哥把启动。李军早。所以这两年因为没有办法选股，没有办法看，没有办法做波段，所以我就选择存股啊。500块，快点割一个洞的，要看医生的，500块。不要，3500块，够了，别多余了。500块，快点割一个洞的，要看医生的，500块。不要，来，算了，3500块一直剩100块，别多买。还够500块，稍微过来500块了。
一张都对，500块，五百，没对过来买，我就三百过来，500块，你这样你要就不要吃啊？对啊，没对，有七个星啊，这年啊，你也未开啊，我要没对未吃啊，要看卖啊，你有谁？哎呦，我不知哦，贵啊没有？500了，你三百过来，500好了，300、500块不要吃啊，要输了。没有啊，我这边没有断讯过啊，我这边完全都没有断讯他啊。他断你吗？哎呀，阿姨啊，今天拜我给讲啊，这边个啥？快去要个包，500了。不接500。还剩两件，你也过了。哎，你也过啊，阿伯好不好？你也过了来，阿伯。哎，到点要搁一声，你讲啊，写人好不好？我是这350，过1000块了。这只350，拄啊，大家拢有看，这大家拢有看啦。500块，这350啦。你过1000啊？我过1000，哪过1000啊？过1000，过个3000，1000块就好了，好不好？1000块的。来掏钱了，来坐下来了，个人还不是300过来500块，七只1000是多少？150。150啊？阿姨，这里再卖你好不好？这里1、2、3、4，5只给你300就好了。黄金一块啊，那个500块，4包给你。
500块，好不好？好，你考虑一下。哎，几位老板？太多，你那个公公，气到坏。哎，发现不现在等猪皮受伤，你要来100块了，一斤100，两斤100，三斤100，哎，4斤100块了，100块要100块了。那个猪皮受伤的好吃，猪骨正宗最好吃的，100块，100块人来，100块来，哎，5斤100来，100块来，100块。包无人来啊，要收了啦！你鲑鱼只水无人来啊，100块我买无，你无你卖50个啦！我才不要人呢！钱两万块咧，100块咧，你卖100，你卖50。无你一杯200，两杯400，要死！350啦，你来无啦？两个人去两无啦，太多啦！这大尾啦，要收了，这个要用吹掉啦，500块了啦。你讲嘛，这偌重啊？五斤外啦，五六斤重啊啦，500块了啦，500块两个人平啊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下年我袂卖啦，下年先卖，等于炒饭、炒面包、水饺啦，300了啦，要300块啦。下年现在炒虾仁哦，不是白虾仁，谁要300块就要300的，300块啊、哦！好，谢谢。哎，各位再见，拜拜。哦，地好好，你就搞吃吃。拉倒，我都有我拉倒。来，这个是鱼。好嘞，这个是鱼。他都有鲍鱼吧？有啊。现在都抓小鱼的啊。包啊。我把鱼都。够那么黑的不啦？虾仁跟虾仁炒饭、炒面包，这个炒虾仁的，现在300块掉了，300就炒虾仁，谁要300块就好了。炒虾仁有人要吗？300块，炒黑鳞300，炒黑鳞300，还小块点就不掉嘞。300块了，虾仁跟虾仁300掉了，还拢旁边你买，旁边拢黑啊贵面条了，快点。还300块了。现在300块了，头前来继续来，还300块够了吗？够下了。我啊，下了。你先买个不要啊？哎，我沙发先买300块无啊？炒虾仁、炒虾仁、炒虾仁，今天800的，炒虾仁无人买，300块了，300的，下不了了，200块了，200先买200块了，200块有无了？200卖啊卖，我收了哦，哎，200块了，赶紧的，大行拢看过啊，拢看了啊。炒虾仁200块，还200块，还200，还200，无人爱，谢谢感谢。好，我拜，你家去扣啦，我请你。拜收啊，今天拜收啊，收啊。哎，阿伯搞扣去，阿伯在收啊，后面可以收了。这个人我来上过，要来待产。你的啊？是啦。我白讲，鱼缸。我给他给他掉了冰啊。
来，这个车子掉，然后掉在那边，那个宾馆的。我老板是吧？好，赶快去冲，赶快去冲哈！好累呀。要吗？冒险时间开始了哈。没有，都已经开盘半个小时，现在才冲。为什么？不会啊，我这边收一收，我这边收一收，走到停车场那边，对，郁香屋也大概开门。中低收入户嘛，也不是，反正就是收入不是很丰富的。然后他们会怎样呢？他们竟然还会去庙里做义工。他们不是让去创造自己的收入，而是去参加公庙的活动去做义工，而且是平常的时间哦，不是假日哦。然后呢，他们总觉得神明会替他们带来运气，所以他们总有一天会中头彩。这是什么妙论？哎呀，好，好。而且这种人，在我接触的，就是差不多层级的那些人，还不在少数哦。他们总觉得诚心。哦，对。对神明诚心，然后就一定会有回报。哦，就是说类似可以不用做事就会有钱进来，或者是会突然有一笔人财之类的。然后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就像我之前有说过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中低收入户，哦，那好不容易把儿子栽培到大学毕业，他是低收入户第零级，低收入户第零级就是可以领最多的那个低收入户。然后呢，就因为他儿子去工作了，那因为收入有增加，那所以他的补助被调整了嘛，就变少了。结果他竟然还要我们去跟他讲说，为什么我们的收入会变少？说冰箱我就设仓库啊，冰箱我就设仓库不修理吧，拎着包头的变旧了，这变小了。结果那个人怎样，你知道吗？叫他儿子直接辞职，继续领补助就好了，冲他这张嘴。所以他们一辈子就在那个回圈一直回，在低收入户的回圈，永远脱不了。为了低收入户第零。
叫他儿子取消工作，我舅舅回来了，我进入期的喝啊，也不用买车子，也不用买房子，一辈子租房子就好了，就这样子。搬迁没有用啊，低收入户的认定是有认定一等亲里面的，除非他跟他爸妈脱离户籍关系，要不然在一等亲的亲属之内，不管你搬到哪里，他还是算是总和收入。收入户第零级的收入是非常难认定成功的呢。自己的房子买别人的名字，你就会有一个风险。如果这个朋友处理不好的话，心一坏。鬼雕，对不对？买房子买到别人名下，我都会觉得，这种人真的是真会冒极大的风险。不管是买在朋友名下，或者买在好几等亲的名下，那他们可能还会私下签一个有借贷关系。可是问题是，没有法院认证的状态底下，未来打民事诉讼要打多久？还是没小心处置，跑不回去。你有报经理吗？有啊，甚至500。看地区，补助最多的在台北市。台北是低收入户，我说第零级就是领最多的那一级的话，大概我不要说什么租房补助那些都不要讲，以生活补助费的话，大概是我没记错的话是一个人可以领18000多，所以一家四口的话就是可以将近领7万多块。如果要吗？
大女儿在律师事务所上班，可是她没有报劳健保。好，这条人。看你的脸，你好。社会局没有，应该说所有的县政府的社会局、社会处上面都会写得很清楚，哎，不是全部的人只能领一人哦，它上面是写每人哦。赶快小点小点。在学校练。这个价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刚好上出来了。谢谢各位。允琦，我不要跟你争辩了，你自己搜寻台北市低收入户籍就好了。哎，文字写得很清楚，我也不需要跟你辩论，反正是别人写好的文字，我跟你辩论这个没有用。说不可能，在我的我以前生活的环境周边，我就有看到有人领了，所以我说我不想跟你争辩这个东西，你自己去问台北市社会处，反正我也不是政府人员，你说不可能就不可能，啊我说有就有，就这样子说。Come on.